死掉落物有稍微改过东西哦，啊，就请各位自己去慢慢探索，欸，它不一定会掉那个东西，欸，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掉了不要问我，我会巨打自己去研究，哦，这么神秘，太神秘了吧，神秘了，耶耶，我刚以为你要说有点难过，其实杰克今天没有来，啊，对，杰克没有来，不会啊，那是开心的事啊，有钱可以拿，欸，我要钱，我要钱，对不起杰克，但是我真的需要那个酷东东，真的，酷东东，不要那个酷东西。太远了，太远了，我的妈呀！我需要晨晨，来来来来，最远的那一个，哎，放好了，哎，你约放在我脚下了，真干嘛？太够的，太坏了，这是要让你们进去，怎么这样子呀？我都知道了。我藏他的那个，哎，欸，上一次他的制作我没有清掉上面的耶，哦，我藏这个，哎呀，再藏一个，再藏一个。继续叠起来，好了，他啊，朱布林，我怎么会有这个烈焰使者？哎，你的还好吧？怎么知道？诅咒一只，要怎么知道？上来点牌牌，上来点牌牌，牌牌，朱布林也看，但是我是懒得走啊，切皮错人，拍谁？我是懒得走路，所以我想要直接哦，我觉得最近运动量太多吧，就这个距离。说不定之后可能哪一天就会出现那个什么 TP， 而，啊，你没有钻石无法 TP。哦，哎，你的怪物脚会蛮猛的，欸。对啊，这样的话要是迷路就完蛋了。啊，嗯，你可以死回来啊，你可以死回去啊。但你迷路就是选择死亡还是选择 TP 啊？哎，每日在哪呀？哎，我们要去挖到东西再 TP。每日在最上左上角告示牌，或者是直接在这个商人老板这边。截个图好了，截个图好了，感觉忘记。苦力怕杜鱼，猪不鱼完了，哎，对，要去地狱完了。然后他说会说扎死什么什么什么几只嘛，但是以后面那个进度斜线多少为主，把那个十字我忘记改掉。好，杀史莱姆，我已经在史莱姆这边了，我已经。你也是哦，好，对对对，我也是。有了有了，他刚有声，他刚有声，一定有声啊，我要哭了。买彩券哦，各位！我要先买，然后的每日任务可能会越来越多，那可能就是你每日去挑自己觉得 OK 的任务这样子。啊，好低哦！目标是让你们一天解不完所有任务。啊，这么快啊！变得这么……那个，哎，洋洋，你吸到我的票了，看到了，我忘记地狱怎么去。小雨家，哎，我家。小雨家怎么去？我忘记小雨家怎么去了，欸。你看，我就知道。没有啦，你给我吃颗钻石，我就告诉你。我知道。哎呦，我们有说过要考试呢。你机智的脑袋瓜，一瞬间就找到了呢。啊！金的啦，金的啦，金的啦，又是怎么拿来的？金克啦，金克啦，金克啦。哎，所以他们说，除了 Google 炸以外，好像 DC。文字的部分好像也有一点点，努力哈，哦，真的假的，啊？可能 Google 有用到 Google 一些的引擎，怎么的都会出。哦，那个啊，那个 DC 要登入要 Google 认证啊，所以啊，他认证系统整个大爆炸，对，他认证系统是 Google 的。哎，欸，那这样子其实说实在，这个就可以体现出这个垄独大的垄断市场，哎，真的。那像现在直接大家都大炸裂，什么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啦！哎，欸，那这 Google 导航会不会出问题呀，啊？对，欸，那是很危险哎，欸！完了，天哪！已侦测到危害，这个已侦测到危害，就是在挖去 Dog 现代版吗？哎呦，哎呀，哎呦，被害是不是？好贵哦，害怕，该该要求还是那什么那个 Cyberpunk 是？他也在开到 Google 去了，还有077吗？然后那个他替你右边的那个好像 Boki 啊，啊。哎，刚刚是不是有人也是打朱布林的？啊，我啊，僵尸化朱布林在哪呀？朱布林在地狱啊，在地狱啊，地狱啊！我现在在地狱找他。朱布林是那个你没拿黄金会打你那个朱布林，对，凶巴巴的，去那个去那个。对啊，如果真的你说僵尸朱布林，那个叫僵尸化朱布林，那个不一样。对，
啊啊！所以我打错了，白痴。完了！猪不兽的话，猪不兽是那一只猪猪，那个猪猪，哦、那一只很像。他杀了他们一家人呢、欸！天哪！然后就我后面说杀错人了，拍谁？还有小孩哦哦！我走家了，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哦。发手，发现我捅错人了。这真的，这真的，跳远，捅错人。你是猪布林吗？你是只成熟的猪布林吗？不不不，不要杀死你啊！你为什么你越跳楼也不给我砍？临死不去，临死不去，为什么呀？为什么？对耶，给我砍不好吗？临死不去，突然发现我不愿意，士可杀不可辱。小雨，嗨。你是要打赤足兽是不是啊？不要动我家那只猪没有没有，你不是要打我在对，我要打，找到好几只了，看你要不要。哎呦，好，那我先去。好。我就只找到一只猪布林，然后结果他跳海了。噼里啪碰。在底下你去看要怎么去打吗？我在地狱堡射死就好了。来人呐、啊，猪不赢，你在哪呀？来我怀抱。好、嗯，来、啊、了。耶、yeah. 啊。那杰克不是因为那个啦，不想开话题的，那个啦。不想开。我也不想开话题的。他不想继续训练班。他已经怕了。太怕了。哈嘿嘿，你好，你好。我可以批评你吗？我迷路了，我现在左前要左右要给钱咯，要给钱。你啊，我是没差啦，差点一脚跳下去。对呀、啊，说不定我会挥刀，不小心挥到他。哦，他走了，我要回家了。我先走了。啊！你怎么打我？怎么凋零了？啊！他走到凋零花区了。好好好好。哎、欸，哦，所以你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烈焰神、僵尸化跟夜妹啊？不是，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同啊！我好不想要杀夜妹，我觉得好麻烦。那我跟你换，你来杀史莱姆。好啊，要死之哦！啊，这个可以看那个。等好久、哦，好哦。你知道怎么复制？打出来。啊打出来，打出来 ，T R I G G 呀，好喝到 ，Set One，Set One， 好喝到 Set One， 哎，我打出来了，小猪柏林，给我打，给我打，我觉得今天就这个画面了、啊，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不要不要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哪里、啊？阿蹦，哎我的妈呀，啊，我打的真的是猪柏林吗？你不能打僵尸化，都要打一般的哦。僵尸化是我要的。一般的僵尸化的，一般的那个堡垒那边很多只哎、欸，我刚看到超多。对啊，我刚刚去原巨堡垒了一堆。哎、欸，我是要打猪步兽，哇塞，我你搞混了。你可以看字啊。到底要打什么？猪步兽附近也是会生啊。也是，我刚打。是要打猪步兽啦，拍谁拍谁。要去找那个红色的地形会比较多。原来那个碉堡附近就是啦，碉堡那个地表就是。对啊，那时候压到快 K 笑。要行要行，太乱了。幽灵骷髅只有碉堡才会有吗？对，碉堡十字路口。你知道我们碉堡在哪边吗？我不知道，我在附近。那你进地狱门就可以了，因为我要打幽灵。我迷茫的走着走着，所以那个你们那边有人有靠近烈焰神吗？我也在找烈焰神。等一下我也一起来找。为什么这么多按钮啊？那边烈焰神身怪状都被拆。按钮、嗯，我压了一个月，你问我为什么会有按钮？哦，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他跟他说，为什么要放按钮啊？到底为什么要放按钮？那为什么要压一个月、啊？你为什么要按钮压一个月啊？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没那你知道是干嘛吗？就这个猪猪在哪呀？我 TP 你啦！啊，收一次五钻好不好？好。哈
等一下，刚才团团吗？团团呐！哎呦，我笑死你哦，抽水的，吃什么啊？哎呀，今天晚上吃比较……打他、啊！我要太油了，找那个太油了，太油了！天。太油了，哎、欸，你们有没有人有多了烟火啊？我突然发现，在地狱我没烟火、欸，哎，超惨。你多的烟火啊？你身上是没有，我家里有了。你可以去打银油银，会掉火。啊！我找到最后一次了，耶耶！我有哎、欸，我有两组烟火，你要不要、哦？真的假的？好，那我去地狱找你们。快！那你是为了压制什么？压制生物啊，上面不会生怪。对啊，按钮上面不会生怪。凋零骷髅。这是要生压凋零。难怪这里找不到。哎、欸，这个边这个地门是传去哪？你那个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吗？解成就任务的。是这个哦，是这个吗？碉堡附近的一个地狱门嘛，对不对？这碉堡上面有。对对对，那个是你那个是你的那个那时候解什么超量子什么鬼东西的，是不是？哦，气泡什么气泡空超那个空气气泡，子空间气泡还叫什么的？啊！干嘛？没事，我踩空了。哦，地狱这是个可怕的地方。你的头骨是怎样？僵尸化？不要给我配攻击啊！配攻击？攻击的图。哦，哇，这样子怎么掉？啊，你就叫像攻击啊！好啦，我 PP 过去啦，你们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哎、欸，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洋洋回来，猪不收在这边嘛？嗨，安安。这、欸、个我打完了，打完你要打、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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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我引过去，快点快点，真的。我你给、欸、我找东西，快点快点。等一下，我在我在我在那个，我怎么找不到 P？我来，特务 P 啊！哎，我怎么不能？有人在搞我，搞我！不是，对面我打成 R P 了的。R P 有两只 R P， 想玩 R P 呀？有点混乱，我听不太懂。啊，对不起，对不起，大哥。那哈记，哈记，你要凋零对不对？啊，对啊。T P 我 ，T P 我。嘿。我打成 RP 了啦，难怪我不能 TP。RP， 你是想 RP 哦？哦，打到头哎、欸！哇哦！哪里啊？还是有王拿手啊？啊，你 TP 哈记。然后这边其实就是没有压好啦，但蒙庸。这是塔吗？什么塔？没有啊，这就是骗凋零骷髅头下来的地方啊。哦。啊，就这边挂机吧，或是你哎、欸，哈记这边翘刺。你就这边跳刺出去飞一圈再回来，因为附近太多生物了，要刷新掉。哦，对。等一下，我觉得我需要逃到你们那边去。啊，要不然是什么事？要出事了是不是？是阿贝。不是阿贝，感觉都好危险。我会回家的路要往哪走呀？没有你。欸、你想回家吗？你可以传我啊，但是要先被我砍一刀、啊。哈哈哈哈哈！要我老命啊！我的血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是不是？一二三，一二三。哟，团团团团团，现在在我附近，你要不要传我？我在这啊，我在这啊。师傅，你可以借我传一下吗？你要干嘛、啊？你会被两个砍哦。我想回家。我想回家。那你的那个包包里的嘿，哎，我的可以拿一下。哎、欸，僵尸猪部兽会在哪里呀、啊？师傅，刚刚好像看到好几只。那是猪部灵吧？我僵尸猪部兽怎样？我是僵尸什么？谁要猪部灵啊？我旁边好几只、欸。哦，僵尸化猪部灵啊、欸，对不起，僵尸化猪部灵的就随便找不都有吗？猪人对啊，啊，猪人就是吗？那边啊，后面加油，后面这边过来、哦，你们看到那边那好几只，有没有看到？啊，不是我要啊。啊，那不是你要，你传我干嘛？他想要回家，他想要回家，回家找不到回家的路。请问一下。帅气的大哥哥可以告诉我怎么回家吗？大哥哥，哎呦我的妈！大哥哥，往这边，大哥哥，啊，你说往这边吗？
没有，不好，那边往前走，没办法、啊，没压制完呢、啊。你这里是怎么过来这边啊？你是说啊，你有没有看到隔壁的条路，往上走的路直走？向导哎，所以隐约还没找到那个对不对？我在找那个链绳。那我往这个方向飞飞看。哦。有吗？哈基有一个上往上的路吧，梯子、楼梯，嘿、哦，一直走。嗨、哦，这边是碉堡。要你不下来怎么办的？啊，就拜拜啊！拜拜。为什么要叫？不是不是，刚刚突然以为是朱木林，嘿，血维权，他有出来的。啊，这边、哦、我的凋零花好恶哦、喔！不要看凋零花。啊，这是猪布林。这里有回去路吗？啊，有啊，走这里。啊！换你被咬了。没事啊。这里。你看，这有去哪找杜宇啊？去哪找杜宇？我刚打死两只。刚打死两只。沿着这边直走，直走。有没有人？我走到有人要杜宇，又没有人讲。哎、欸，有啊！你没有讲啊，你刚没讲啊。对啊，不然你去那个啊，中介那边。中介的那个不是有还留那个门那边？有吗？没有吧？中介要问波妞啊。中介。中介。哦，这个是要有看过人才懂、啊，看里面有只角色叫中介了。对，哦，没关系，那我永远不懂也没关系。啊，中介就是那个小男孩呀、啊。对啊，你们看过、哦，你要看一下啦。我们等一下晚，明天晚上吃饭就看那个。我不要。然后整个晚上，团团都吃不下饭。一出。你。波妞，救命！不要！你们说在哪呀？你现在是要问什么？杜鱼？你对啊，不是说在中介吗？我们不是要问波妞？你刚才跑，真的跑到中介里了吧？我没有到中介里的，在中介外。快，我这里有一只，你快点过来，你快过来。哦，我懂了，你快过来。我来了。小雨万岁！哎，这边是。啊，大哥，哎、欸、哎。耶、欸，yeah, 谢谢。啊、哦，好像没有。哎、欸，那白金。嘿、hey。这里有电什么？这里没有。嗯。我帮你找找，因为那时候碉堡很少，碉堡的都拆掉了，都被压制光了。我在找车不，我们就敢扣哎，哎呦，谁做的指定啊？要用什么碉堡？真的？对啊，到底是谁啊？气人，这个人一定很帅哦。好帅爆！那他自己觉得做的人跟你谁比较帅？很难比耶，可能不相上下吧。哦，有要打猪不兽吗？我想要找中介，不是啦，你是波妞，不是，好要求你刚刚害我差一点，哎呦，差一点出不赢，害我差一点高音，吓死我了，哎、欸，我真的找不到、欸，哎，我都已经撞壁了，完蛋了。找不到新的地狱堡。猎人神，哪里找到了？神怪砖吗？对，神怪砖。哇，你好猛哦、喔！不送飞了，到时候。我刚刚也在飞，我一直撞壁。我可以飞错边了。OK。哎，哥，岩浆怎么掉下来了？岩浆掉下来了。岩浆掉下来。这地图是刚开的吧？岩浆掉下来。完了！哇、啊，怎么这边碉堡都那么惨呢、啊欸？靠自己走出来了，太棒了！你看吧，你就谁靠自己啊？不要靠别人、哦。你知道我用了六颗中介珍珠飞出来。哈？哈？你去哪里了？我不知道，我刚刚 KP 小雨后，我就看到那个有坑的地方，哦、我就中介珍珠飞过去，一路飞上去，史莱姆旁边的。啊哦，白痴啊！那边有路可以用走的走出来的。阿静，你现在那边安全吗？安全。爸，好，不吵了，那你是假的，不安全。哎、欸、，YT 好了，YT好了，痛，
好了，嗯，没呼啦啦，你来啊，你来啊，没办法，外地复活没办法啦，还要再重开也是没办法。对啊，啊真的岩浆，我不想再把两个影片剪在一起。我也是，好麻烦哦，还要花时间输出。我懒了，我今天就在这了，对啊，四局就做了。啊，哎呦，哎呦，碎力哦！我要在这里等到晚上。啊，岩浆流过来了。我的岩浆压制越压越糟，哎，白痴。啊！猎神真出来了！危险！好多哀嚎声哦！我以为我刚刚被吹到岩浆里。哎呦，我更无！等一下，我说我跑了耶。Help me！ 对啊，刚我们就讲了、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我们死守也不走了。Help me！ 我要在这里等苦一塔。啊，这岩浆慢慢消失，慢慢消失。好了，堵起来。不用堵了，要慢慢消失。哦，你把源头堵掉了。对，哇，附近有这么多生物，附近很多洞，没办法啊。史莱姆，这一次 Google 的反应速度也蛮慢的，对，已经算其实已经超过半小时了，因为是50分的可以快掉嘛，嗯，很会挑哎、欸，真的是很会挑时间，饭吃到一半啊，想说吃完再来，就跟我们。的网路一样哎、欸，很会挑时间呢、欸，很懂人心、喔。等要开台的时候才会。对啊，开台才会掉啊。代表他很懂人心啊，我知道每天都要干嘛。你该开台了是吧？嗯，是的呢，太吧。哎呀，八点了，是大家用网路高峰呢，就趁现在好了。我的天哪、啊！坏，坏，坏！对啊，以国外来说的话，应该不会到这时候是那个吧？没有，他们说是亚洲区的出问题。哦，但是亚洲区。嗯，坏，所以这是故意的咯，坏哦哦，我跟你讲，会不会是其他家的，然后去故意那个？会不会是？哦，会不会是有其他竞争对手之类的？哦，你们不然就帮他宣传那个嘛，就是阴谋的。要不然，不然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哎呦！不行了，我觉得等下我们就被编台了。怎么被编台？不会啊，你在吐血讲，然后有那有差、啊。你跟他说你知道就算了，你就不要讲出来啊。啊，你知道的太多了，不行。重点是知道你还讲出来。知道要好好保守秘密啊。哎、欸，刚不是有只绿绿的出来？我刚刚看到尸体。七颗球在地上，我好绝望。七颗球，两颗球，两颗球啊！怎么又有球？为什么？怎么有球？史莱姆球？怎么又有？哇！史莱姆摔死！不，来，我接啊！我没接到。去上面啊！我没接到。还有几？去上面接他！去上面接他！哇！是繁星，高兴到跳楼。哭啊！哇！美国、欧洲的也都爆了啦，不是这种哦。哦，那就是它主要的武器出问题了。那就是全部都是敌了。哎呀、啊，它是上面翻了。总部是咬到鲨鱼的头，把它咬掉了，把电线咬掉了。大口咬一下。啊 ！YouTuber 啊啊啊！他过去啊了一声吗？啊！然后就断了。哎、欸，他们说现在换 DC 彻底挂了，所以我们 DC 不能离开啊。对。天哪！感觉 YT 等下要爆哎、欸。对呀、啊。对。不稳啊，感觉现在不稳。对、啊。现在体验末日的生活。真的是末日。今天怎么回事啊？我天哪！惊喜惊喜，意不意外？他们说日本那边 Google 爆掉一堆 VTuber 慌爆了。我看到真的有危机意识，如果真的哪一天 YouTube、啊、Google 全爆掉，我们真的是我们就直接现场失业，我们全部出去，所有老打工了，真的真的，如果真的失业了，真的，一两个月都没有办法赚钱，我就真的去麦当劳了，就是先去。我就等我家楼下的那个开店那个早餐店，哎，你怎么？怎么丢了？丢了！他叫你转工作了，不要了。转工作了。啊，他说麦当劳不好啦，肯德基，危险危险。他问你要不要当鬼？好不？怎么样？我们就是
那个以后你们看到我们在那边端，哎、欸，就是服务生突然看到一个很眼熟，哎、欸，请问你是某某某？嗨，你好，那你就走。对啊，你也那么巧、啊，你在那边吃饭啊？对对对对对。好巧、哦，哎、欸，以后多老就可以多看到我喽、啊。好啦，这是你的餐啊，请慢用。还要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啦，只是我不是在这里工作啦，只是我忘了带钱嘛，洗盘子。刚好就穿这样的衣服就进来了，对啦。对啦，刚好刚好啊，那挺好看的、啊，他借我穿一天。欢迎光临。我真的不是在这里打，欢迎光临，打工哦。然后经理直接走出来叫人，来干嘛？来聊天啊？哦，没有。我觉得我跟允月现在碰到一个大危机，就是我们俩不知道怎么回去。TP 我们啦、啊，我是传过来的。你要 TP 我吗、欸？我都在家。死回来呀、啊！哎、欸，死回来呀、啊！要不死哦！谢谢白金，走正。对，哈哈对啊，不能死。走这。现在超方便，好方便哦。哎、我卡了。你怎么会卡在里面？怎么卡？哪里？怎么会卡？这电梯上楼上去、啊。这里还有尸体可以打吗？尸体？什么尸体？我要打这个。在这里。我还有六只。你还有六只？一直打了四只小时。我刚刚都是打完怪，然后我身上满的我的钻石没有在地板的、欸，我去哪里找它？哦哦，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被吃掉了，对。我觉得还是问波妞啦。不要啊！哎、欸，那个，请问神奇海螺，我的钻石可以拿回来吗？请问神奇海螺、可能会减半哦。请问伟大的神奇海螺可以让我不减半拿回钻石吗？你好贪心哦，师傅啊！给你师傅。伟大的神奇海螺，如果我给我师傅三成的话，我可以拿十颗吗？你说你身上所有的钻石的三层吗？然后我是说十颗的三层，那、哦、没问题，那没问题。哎，他记得你要再分你一些哈。是被诈骗了。嗯，没错。所以那个伟大的神奇海螺，我可以拿回来吗？海螺说你太贪心了。伟贪心的不是海螺吗？可是伟大的神奇海螺，我刚刚有听到你想要跟我师傅分成哎、欸。那是神海螺王彼得，海螺王彼得，谢谢伟大的神奇海螺。这个跟那个阴阳师六星白蛋一是一样啊，就是每个人这个账号只能换一次，只有一次。之后第二次发生这种事情，可能就没有了啊、哦。没了，人都有不小心的时候吧。啊，对，你不小心过一次了。你知道我之前玩一款游戏，就是我弄到那个神装以后，它虽然是神装，可就是它装备很好，当下最好的。魔关羽啊。因为它的装备跟初始装备的那个图长得一模一样，然后那时候我身上还有初始装备，就把两件一起卖了，就拿不回来。哦，哭了，太心碎了，然后我就把游戏删了。哭爆了。太心碎了，我的妈呀！这种他居然没有买回机制哎、欸，他就知道赚你钱呐、啊，对呀、啊，赚钱。然后那时候在 RC 吧，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去问客服，就有客服跟他说，你可以再充钱弄一次。哦，好贵哦，那个好贵哦。哎、欸、哎，对耶，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你看哦。像比如说，好，现在我们刚刚那个爆炸事件有个替代方案可以开吗？啊，如果 DC 爆炸，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有 SK 啊 ，SK 啊 ，SK 啊 ，SK 啊，不然就是用 Line 啊，对啊，用 Line 啊，好像也可以啊，对啊，对啊，来哦 ，GGC 啊，是记得用 Line 的话，那个大家的声音会变超扁，对不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你是谁啊？你是谁啊？当时体验过，精英怪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在我面前爆掉了。我没有啊，小龙先让你打、啊。还有，你打完了、啊？没有，下面剩了三只，中的。哦，哎呦喂、啊！请问繁星，我可以喂你家动物吗？好了，你喂啊，你喂啊。耶、yeah ！对，我要去喂我家的。你完了、哦？我完了，我打完了。好 ，OK， 好，我先帮你清一波。哎、欸，话说到。观众又讲到魔关羽，
我那天去西雅图踢，看到有人 cos 关羽，然后我就说他是魔关羽吗？你有去问他吗？你是魔关羽吗？我没有，我没有问他。然后可是学员就跟我说，可是他颜色不对啊。他人家色为妹。他就是买色彩包嘛，不是，他是那个就是《三国志》里面那个三国无双的那个关羽的，好好，好笑的，我突然想到，哎，那天 CWT 我很意外，欸，我以为会一大堆人都会 cos 那个五条悟，就居然没有，欸，我超意外的，很少，对，反而看到的最多的是那个招式神的那一只，那只超多，我真的很意外。哦，我当时有看到一个那个神乐，阴阳师神乐，哦，我没看到，哎，欸，而且他颜值也不错，哎，欸，我看到吉纳罗，哎，哦，吉纳罗有，吉纳罗有，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吉纳罗，我第二天的时候看到吉纳罗，还有清醒灯，清醒灯我没看到，清醒灯，对，没有，我们去不同天啊，嗯，没有，我想说没有，因为有很多 coser 两天都会去啊，哦，是也是，对呀，啊，他们很累耶，很辛苦耶，两天都两天都去制装，然后去那边弄一整天。哦，有爱有爱，真的是有爱。有爱。Love。好，杰克的回合，扣给他。杰克的回合，扣给他。杰克。那就是泱泱的回合啊。哦，对。对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那个训练。我们要凑两个人去打架，我好想看啊。哎，对，因为他上次还没有点人哈，不然你现在点一个陪你训练班。没点，没点，啊，点雨月啊，他点雨月啊，对哈。然后雨月也确实提完了，有讲完啊。哦，对，那雨月给谁？他还没点啊，后来就没了吧？没，啊，没有，后来我们就话题就直接聊到结束，后来就聊到结束啦。对啊。对啊，伟大的勇者啊，选一个心仪的牌，啊呸，选一个对象，心仪的，让他延续你的话题吧。心仪的对象，选一个看顺眼的对象做你的。你怎么讲，好像那么严重呢？啊，可是那种他们不是都这样讲吗？那个游戏里面都讲啊，伟大的勇者啊，选一个喜欢的武器拿吧。有这回事，嗯，有啊，我那时候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讲，说哎，伟大的勇者啊，你一定是那个拯救我们世界的勇者。然后我看到旁边还有二三十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勇者，这样二三十，你说我的勇者，我忘记是哪个游戏了，我记得是一款台湾的线上游戏。然后他对每个人都是说伟大的勇者，伟大的勇者。然后那时候刚开服吧，我就看到几百个伟大的勇者。嗯，对啊，线上游戏不是这样吗？对啊，他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啊。嗯，弟妹，弟妹，没事，你十只，我就走到死人坑腿。叶妹，睡觉。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杨杨杨，左侧。因为太高兴了，你很想睡哦。太想睡了，晚上啊，太想睡了吧？你太想睡觉了吧？我也太想睡了，你睡觉啦。你们到底多想度过晚上啊？好困啊，我要睡觉。哎，欸，我28小时没睡了，我是不是也要来一下？太卡那种，太想睡了，卡了，我已经起来了。那这怎么办啊？然后就站起来，留个起床，起来就没事了。哦，好好好，起床，等一下起床就没事了。再睡呢？你就不要再按了嘛。还在修。等一下。这怎么困？超困那种，睡觉。就是在催你们睡，给我睡，跟老娘睡。我睡。你们再不睡，我就洗屏。哇！哎呦！哎，所以你们已经躺过床了，是不是就不会生夜寐了？你会少一次吧？过晚上吧，我记得是要过晚上。巧克力是说睡过就好了，我是
保持怀疑。没有，我这一个去试就是我躺过床了，我还是被追。对，这是玄学啊。可是搞不好是别人的在追你，他说是别人，然后看到你才追的。对啊，会这样啊？会啊。是那时候，因为我在那个树上附近，完全没有任何人，还发光状态呢。哦，发光哦，那你头上有树叶对不对？你头上有树叶吗？旁边呢？但是我亲眼看到，直接伸在我眼前呢。啊，你是说你在丛林上面那一次吗？还是？对啊。啊，我有目睹到，好爽哦。对啊。好爽喔，我就边被追边呐喊，我明明睡过了，那种还跳水里有没有？睡过是厉害的，睡过还要负责啊，所以他才会追你们。嘿，嗯，嘿，嗯，没有啦，嘿，不是啊，你没有来太慢的吧？不是、啊，哎、欸，有人抗议我都会不自觉开车，但是我并没有。你要听我解释的吗？要听你解释？我不解释啊，因为我没有开车。你都蓄意啊？嘿 ，OK， 真的啦。你都嘛蓄意？我真的，可是我真的觉得躺过有差哎、欸。现在夜妹生超少，好像只有我的份哎、欸，你们都没生哎、欸。哎呀呀呀！我躺一下嘛。有点快哦。躺一下，我刚才没躺，刚从冲界回来。感觉你们都没在生的，我好难过。生什么？我刷好久，没有、啊，因为我要打十只啊！我刚刚等了超久才三只。你打什么？夜妹，你师傅的话都不听咯有啦，只是有哦，我知道那个一个晚上会生三次夜妹的那个时间，三次口的。对，是哦，真的假的？对，我知道他会一波一波来的，一波一波的，一根。跟没有，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反正像江冷笑话，想想算了。自己打住。对，嗯。哎呦，要是会有。不要了，太冷了。哎呦，听到有人呐喊。哎呦，可能你在哪里呀、啊？啊，我在那个墓园。啊，我去陪你挂。去对呀、啊，为什么？什么？这个设定怪怪的，我明明就设定没有动啊！对呀、啊，还是往上升上啊？版本的指令有稍微变动。对啊，有可能，对啊，有可能。骇客余波，好骇客哦。对啊。哦，被骇客弄了，好、啊。太久了吧？那坦坦，你头上不能有屋顶啊！哦，我是想说，既然你都说升三次了，我就下来弄那个地板。哦、好吧，快白天了，走了走了，因为天要亮了。蝙蝠，蝙蝠，打他，打他！我被射了啊啊啊！我被射了。蝙蝠，哎、欸，唱片，耶耶耶！哦，绿色，你怎么绿绿的？你怎么绿绿的？他也不会掉那个啊，不是吗？他掉了重置石。哦，不错哎、欸！它、怎么会掉？对啊，它怎么会掉？因为是枯光绿绿的，它怎么可以掉？哦，它身上没地。这是蝙蝠，它在我旁边飞来飞去。想说你喊着蝙蝠，然后就它是枯光。对啊，旁边刚好有只枯光绿绿的嘛，就想说打一下嘛。感觉很刚才怪怪啊你。哎，等等，牛。欸、对哦，好像玩了一点点奇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在场有谁是会玩那个的、啊？超级牛，会玩、不是啦，超级牛会玩麻将啊，会比较好。台麻还是日麻？来来来，台麻就好，关台来去玩招。开星星三圈一起来玩。阿基真的超爱打，啊那个的我们这不行。麻将拿回来之后啊，然、一直很想打，我喜欢打、啊。你们昨天不是在打吗？不是啊，就像你那个、啊、文明帝国一样嘛，对不对？都一样，对啦，其实差不多的。很想玩哎、欸，把你们抓来打麻将哎、欸。然后麻将台麻而已。然后昨天哎，是昨天还前天我们在那边玩嘛？我就真的觉得哦，哎、欸，真的，他自己说那个新手印感觉好像真的有差。哦，新手有差，真的有差。你去网络上查麻将。刚开始学完的那个新手真的是有新手那个运，这很玄，很奇怪。新手都会通常都会很好，运很好。啊、当你开始真的开始想玩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下去了。对。就像哈基都在那边算牌，然后我想
啊，你都还有余力可以算牌，我完全光是要抽自己也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是你到底在牌我那算，那个新手完全不知道逻辑在出牌的，你知道？到底要出什么啊？看不懂。啊，这个我好像凑不出来，我就直接丢了，我就没在想要特意要干嘛这样。只顾到自己，完全不管其他的怎么的。对。我玩麻将只会碰碰碰碰碰碰碰，然后碰到声音障，说不知道怎么办。可以碰到声音障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就单调啊。哦。碰到声音障，全球再加单调就。算了算了，这个算台。哎呀，对，更专业，更专业。再加碰碰虎，哦，好爽。哦，这很爽。很贵，再加一个自摸，哇哇。那两个海底捞月吧。有人在家吗？我忘记带煤矿了，然后我挖出来的是。来，可以 PP 我。好，然后我你有翘翅吗？你有翘翅吧？没有，害怕。好啦 ，PP 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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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啦。笑死。真的吗？真的啦，不会害你啊！我来了，等一下、啊。自从哈基那一次之后，就已经怕了。啊！谢谢你，还好。现在我加了自由落体的感觉，原来是这样子啊！自由落体。你再慢一点，我就真的会把你摔死。我想说，你怎么还不过来？买啦！我刚刚打成 RP 了。哈基加油！哈基加油！加油！什么东西、啊？你在上面玩呢、哦？我在打 boss 啊，铁巨人啊！啊呼！哦，我听到铁巨人声音，我要来喽！嗨，铁巨人，嗨，有梦碰，嗨，你好啊，嗨，嗨，你好。我有。哇！你跑同步了？为什么同步啊？天啊，你们两个！所以你刚刚为什么会啊？因为我看到传奇了。啊，另外一个为什么啊？我只是半砖多叠一个变全砖。哇，那你的啊好像很不啊哦。好屌哦！我的妈呀！哎，我觉得 DC 延迟下来可以同步，我自己也觉得蛮猛的。你超同步的，你知道吗？刚超好笑的，感觉叠在一起的那种。哎呀，完全没有误差，零误差，真的，太扯。哎呀，神之默契，连机都不能阻止你们。一二三，来十七，七，耶。耶耶耶！其实麻将是一个很棒的桌游了，真的，它是桌游，它其实很动脑啦，就是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在算牌啦，嗯，对，没在算牌就还好，是算牌也还其实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就是凑到你要的东西，那你要怎么？就是你在赌运气的感觉，对啊，嗯哼，因为像那天在玩的时候，我就一直问他，就说啊，你到底是怎么样去算说别人可能要什么，然后但是他其实很难讲。讲不出来，你就大概看他都丢什么牌，不要什么牌嘛。最简单是先这样看，比如他吃万子，然后他条子跟筒子狂打出来，那是他听万子啊。比如说类似这样啊，类似哦。所以比如说他打出来的东西是万，一直都是打万的话，就代表他不是要万的喽。对，大几率啦，大概率。后面就是比较老练的，他们会留一些，像可能是三四五、四五六、五六七，就是那种。如果都是条的话，他们抽再抽到个三，他可能会留下来，他并不一定会丢出去，因为他的条越多，他越好去挪牌。哦，对，那这个是就是比较老练的玩法，玩家会这样子玩，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如果都丢那种万啊桶啊，表示他条应该很多。但是不适用于你们啊！你们刚新手就这个错好了。哦，这个比较多，就用这个。两次都不来了，我不要他了，我把。对啊，我都是这样。啊，感觉都等不到，我直接丢掉好了。哎、啊欸，我又抽到，哎、欸，又可以抽当年的，然后就然后就回。哎、欸，我之前有一次玩，然后我就想，我那时候抽到那个一条吧，我就想说，我就等了，就想说我只有一张，别好了丢了，然后再摸一条，然后我又丢了，然后接下来下一轮来，我又摸到一条。我心想是怎样，早知道留着了。这就是很常会，就是抓错边啊，丢错边啊。对啊，我没想到会，我想说我只有一张嘛，那有三张，可能一张在里面，可能会有两张在别人那里啊，就谁知道我连摸三张，都在里面。对啊，全都在我面前。最扯的是我摸到四张一样的，然后我一张一张的扔出去这样。哎呦我的妈呀！
不是，这不是不是坏事哦，因为有时候摸到自己这个有杠，就是四个一样的话，如果这个是安全牌，你可以有四张安全牌打出去都不会有问题，对吧、啊？你就不怕放弃？对，对，对，挺有道理的。对啊，虽然你不会胡，可是至少你不会放枪。对，你就、okay. 你看，哦，这这没多少牌了，你自己也不会胡了，还没听牌你都不会胡了，不要放枪。对、嗯，不要放枪就好。就这样做，想说好，反正有三只红中嘛，那应该是不会有人听红中，我就丢红中，胡了，人家听到。没想到吧？想不到吧？surprise。人最喜欢惊喜了，就是新手这样子玩，我就真的是会哭死哦，抓不到人家的牌路。你知道我怎么玩吗？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玩，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呢。我只要能 king 就 king， 能胡就胡。所以刚那时候跟团团他们在玩那一圈哦，我是最惨那个。你想太多了。你一直在想别人要怎么出，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想怎么出。我就丢，没在想，我只有在想。你是猜不到的。只要能 king 就好，剩下不重要。过程不重要，只要完成那个结果就好。对，只要能胡就好，剩下不重要。胡少没关系啊，反正我有胡就好。欸、所以你们跨年来啊，我们来厮杀一下。我开始担忧了。没事没事，我们不玩钱，我们就是玩那个，就是拿扑克牌当筹码，就只是当点数好玩这样的、嗯。因为这种东西玩钱的时候它就很可怕，就是都觉得很恐怖，真的不行、哦。上次不知道那时候。别跟别陪别人玩那个什么，就是线上的麻将，不知道怎么办到的、欸。他是一胡，然后就赚了三万多点啊！我想到了，大牌之前玩明星三缺一，遇到个 bug， 电脑有五只红中，太扯了吧！那时候出钱了，那时候我们有截图起来，我想说，嗯，我已经杠了四条，那个杠了四个红中了嘛，对不对？嗯，结果电脑就那个好像小四喜吧，他糊了，嗯，为什么？然后小三元啊，就是为什么？哎、欸，小三元是什么啊？反正他就打了一个红中出来，我说。嗯、快快快！手机拿出来，手机拿来拍照，拍照，拍照，我拿手。作弊，超好笑的。哇、啊，好贱呐、啊！你哪来的红中啊？我还知道是胡瓜打的哦。这个意思是？没有，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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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什么意思？欸、可是其实还蛮多游戏的电脑其实就会故意调说什么可能优就比你优势啊，然后就有那种作弊的感觉。对、欸、对啊，其实还蛮多游戏就这样子啦、嗯、像那个吗？世界帝国不是之前就 也有嘛，就是高级电脑。对啊，他超级应该就资源会比你多，而且比你快啊。我记得不是什么几分，好像不到十分就城堡还是怎样，时间到就可以直接升了。对啊，哇，超夸张的。没办法，人家是电脑嘛，他不是那个人工，所以他就是抵不过那个人工的时候，先把它调作弊一点点，这样到位。先作弊再说。因为有些 AI 真的有时候真的没调好，真的很笨。因为之前去玩那个新那个叫什么，就是有虫族神族的那个叫什么，我记得那个叫星海争霸二。Oh, okay. 那时候一开始我打电脑，我们那时候跟两个朋友一直在玩，国中的时候就跑去那种网咖在玩，然后就是打电脑三打三，打不赢，都一直打不赢。后来我就说算了，打不赢嘛，你们开场，你们两个先弄，我先去乱。好，我就派了那个各派一只小工兵跑去他们家里，你就发现一走过去的那个电脑，他们那边的五只工兵全部跟着我这只在跑，可以绕整场，太笨了吧。好高级哦，好可爱。那这个就像那时候英雄联盟打电脑，你就到二塔那边等他的话，他就会一路追追追追追追追到你塔，追到你的二塔。所以我才喜欢打电脑，都很笨。也喜欢玩 AI， 对啊。是现在 AI 越做越强，对，现在有些 AI 很恐怖哎、欸。
真的，因为 AI 会学习啊。哎呀，越来越可怕。AI 就是时间越久越厉害。然后以后我们就要被 AI 取代了。啊、哦！太可怕了。啊，没有没有，不会取代，但是会多一个种族出来，然后呢，就会变成那个什么什么变人了，有没有？那以后就会有那种 AI 跟人相恋的吗？哦，有啊，现在就有很多了啊。对啊。之前不是日本有跟那个结婚的，跟初音结婚吗？对啊，对啊，对啊。不止一个，他多夫没有那个，他有很多老公不同的。你们知道吗？最后那个系统没有继续的营运哎，啊那个他老婆就对。哦，就直接挂了，挂了，对，等于假，因为他没有在营运啊。哦，我的天哪！等下他们这样，他们有人说最新消息了啊，那个跟初音结婚的那个啊，最近离婚了啊。啊！哦，有，我正好有看到有离婚的消息。他离婚啊？跟谁？所以他跟另外一个结婚了吗？对啊，我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好乱啊，好乱啊，贵圈真乱。我记得有一个 VTuber 吗？佩狗，天哪！我记得有一个是说，就是他那个什么，还有跟人一样大的初音娃娃，他都带他出去旅游，然后跟他到处去玩拍照，然后结果他家失火了。啊！对，然后那个初音娃娃就掰了。哦，就行踪都剖出来这样子，对不对？哦不！哇，好难过。真的。他刚刚他弟要说什么？哦，没有，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就是说有的，因为我有想要研究那个 AI， 在写的时候有想要写研究 AI， 然后我看那个报道是说他们就是有做研究 AI 的嘛，就他自己学习，他遇到什么事就是学习。然后最后，他们研究了好几次，最后都是走向 AI 会变成是那种世界大坏蛋。哦，当坏蛋会比较是怎样？比较快乐吗？好可怕！其实我之前有看过类似的，就是说，因为 AI 它毕竟是人工智慧嘛，所以它脑里就只有对与错，没有感情。那可能像那种我们会有那种什么善意的谎言啊，对他们来说是说谎，就是错是。有一些是什么人性的选择，他们就会觉得是对，错啊，就像那个嘛，不是之前经常出现的天使为了世界放弃你，恶魔为了你放弃世界这种东西。嗯，对啊，那 AI 它就是一定会选择，就是女性上是对的那一方啊，然后就变坏蛋了，这样子，虽小，好可怕哦。所以其实我还也觉得说，如果真的之后要研究 AI， 然后真的让他自己学习的话，哇，如果之后变大坏蛋，很恐怖，这个人会很难斗赢哎，斗不赢啊！而且他们就等于一板一眼嘛，一板一眼，臭直男，臭直女，换吧，也不能这样讲直男呐、啊，直男就。就对啊，就直啊，对啊，就直嘛，就是直直男错了嘛。我之前有遇到一个，他自称是直男，然后那时候我还不懂直男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哎，我是直男啊，我女朋友就是对我好像不是很满意，然后我就说，哦，我们就说，哦，真的、哦，然后就发现他每天早上给他女朋友送热咖啡、买早餐，然后接送他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一个暗示，他就知道要干嘛。然后他跟我说他是直男，他是狗，那是工具人，他是工具人。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都以为直男就是这样，直男就是女朋友一个眼神就知道要干嘛，然后还然后女朋友生气你就会哄他，还知道一个眼神哦。这家早餐店刚开耶！哦，原来你明天想要吃这家早餐店啊！我那时候一直以为直男是很聪明的存在。那个叫通灵，不叫直男。他可以去报那个通灵大赛。哦、他们想要先知道那后车厢有谁哦。啊，对啦，也是哦。很猛哎、欸，很厉害哎、欸！那时候我们上课，每天来就看到像他那女生桌上一杯热可可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分手了。OK。那看来是那女的找到更好的人了。找到通灵更强的人了。可是更会通灵。他们聊天是有人说，直男的定义是指异性恋男生哎、欸。还是有两种说法，两种啊？对啊，
我不知道、啊、他们有人聊天是这样讲。我直男不是一根筋的男生吗？不是他说什么你要被掰弯了什么之类的。我是直男，直男就是有些会指说就是你是异性。我觉得感觉是原生意跟延伸意。对哦，延伸意这样哦。哦，啊，这就是中文的奥秘。今天第一次觉得我爸很直，他说他在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四五十岁那种就是阿姨，然后他想拍照，然后呢，我爸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的照片拍起来跟你本人差这么多？欸、然后我就瞬间惊呆，你真的这样问吗？然后他说对，我就是想，哦天哪，原来我爸是直男。最直那种瞬间当下是完了、欸、你还好你没有少一个客人。哎、欸，说到这个，我之前跟人家去吃咖啡厅啊，我隔壁桌是一对情侣，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她吃两口以后，然后就拍照以后，我就听到那个男生说：“哎、欸，我真的很不懂哎、欸，他明明你就吃这么多，你干嘛每次都要吃两口拍照，假装自己吃很少啊？”完了，这个不久，这个应该不久。完了啊，是上礼拜聊的嘛？这也太好笑了，我直接吐槽。我听着就啊，完了，这个男的死了，完了，不想活了，你已经死了，对，你已经死了。对，没错。那时候那个女生背对我，你知道吗？所以我没办法看到她的表情，我是很好奇哦。哎呦，心里在想说你死定了，回家你就对。我这不知道怎样，反正他们沉默一下，那女生说我要去厕所。然后就走了，喜气的像那个妮妮一样啊，他要拿兔子出来了，做兔子，你要蹦兔子的声音，那个蹦蹦，对，没错。我本来想画那个兔子反打妮妮，我打下。不是有一集吗？有吗？有一集是兔子弄起来啊，啊，太多集了啦。是那个，我知道那个兔子好像是从他小时候小 baby 的时候到现在，所以他从小 baby 吹到现在都没有坏，那个质量挺好的。搞不好他家里有七个那个兔子啊，每天一个抓虫子，对吧、啊？星期一是这个，星期二是这个，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他那个质地会比较皱，就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星期三容易比较易怒这样。哎，红橙黄绿蓝给你吃。哦，哎、欸，那不是礼拜一吗？哦、不是应该礼拜一比较惨吗？啊，对啦，礼拜一啦。邀请幼稚园的。看到他们，每一只都是用不同的那个格斗技去打。哎、欸、哎、欸，我觉得你可能是里面战斗力最高的哦。那肯定是。然后他出事的时候就啊，这样子。人家毕竟是女孩子嘛。感觉很正常。哎、欸，说到这个，人家是女生。哦、我们班之前有个大力士女生，真的力气超大，就是她可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餐车很重，她要男生就是可能也要两个人扛，就她一个人扛着走，还能跑，扛什么？哇！然后强哦。然后结果后面好像就是那时候她喜欢的男生跟我们班有合体育课，然后那时候我们要丢铅球。然后那个铅球比餐车还轻，然后结果他就跟我们说怎么办？铅球好重哦，我抬不起来耶，怎么办？我觉得合理。我们每个人，然后我想还有一个很白目的男生，就是没有注意到，就说、不是啊，你那个餐车比这个重，然后就被那个女生打，好痛哦，感觉好痛哦，我的妈呀！没有，他就是像动画那样啊！呼，说什么呢？我怎么抬得动？然后打他，啪一声打，直接飞出去那一种，真的那种最痛的那种。哎、欸，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国小吧，就是有点印象，因为我觉得长大以后想到觉得哦，果然女生在喜欢的男生面前都会变得很温柔呢，没有错的啦，的变得很乖巧。一瞬间就变成，然后发现男生心里有人的时候，那个女生直接爆变那个，太帅了，肌肉男，肌肉男，你说什么？然后就变了，你心里有谁？好可怕，这就是女生。所以你们女生是这样子？当然不是了，我们女生就是很可爱、很温柔。你们女生哦、喔。
你们女生？这不是啊，在座的另外两位女生，现在正男女吗？有火药味。走，法院见，来。来，到底多想打？直接告上酱油来，好狠好狠！啊，为啥是我啊？酱油心想又我是了，七三怕二啊，来我咯，我哪有七三怕二啊？我说我啦，你了吗？哦，我给了一颗宝贝球，召唤出了小雨，替我进行战斗。我直接打，我直接打训练家跟你讲。哎，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奇宝贝的那个啊，就宝可梦的那个对战，为什么不要直接叫那个宝可梦去弄训练家就好？对啊，我有在想这个问题耶。对啊，为什么都要乖乖的那边站着，然后打打打这样的？而且那个坏坏说是坏人吧，可是坏人全都很守法、啊，都不拿枪，对自己的宝可梦还比较好。对啊，守法，好好笑。哎、欸，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电影版，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好像就是有打训练家的呀，把训、就是攻击训练家以后，然后神奇宝贝就挡。你说超梦吗？超梦打小智吗？超梦、啊、是吗？有点忘了耶，就是打小智啊。那集不是哭宝？我小智终于被打了。小智常被打、啊，很气哦，好气耶，气耶！你怎么那么气啊？我没有啦，不是这样子啊，纠结是小智惹到你啦，妈他哪里惹到你？我觉得就像那个美少女变身的时候啊，为什么坏人都要等他变身完再打？因为他们是主角喽。或许是他在变身的时间其实只有一秒钟、嗯。对啊，我们只是但是他给我放慢了好几步看的动画这样，就一瞬间。我在想，有可能是这样。哎、欸，也确实有可能。不然就说小时候都会想，为什么？小时候哪会想啊？拜托。有啊，小时候我看到时候就在想，这群坏人是北京的吗？干嘛不要在这里走呢？你真的很会想哎、欸，你好会哦、喔。想超的，小时候从来没想过哎、欸，就觉得哇，好厉害呀、啊！好厉害呀、啊！好厉害呀、啊！江云在哪兒啊？我在洞窟。我会去砍你吗？为啥呀？我在等你。好凶哦！为什么呀？我在等你呀、啊！你等我干啥呀？我不是召唤小雨了吗？欸、我刚跟他碰面了，我们打了私下交易了。他说先去打我的训练家了。不是啊，关我什么事哦、啊？你打他，你打他。他手上有刀哎、欸。我刚刚是拿刀在逛街啦，好可怕、喔！他手上有刀哎、欸，太可怕了！白痴吗？他手上有枪哎、欸！跟你讲，不要用什么魔法来，来又开始哭东西啦！龙恩，龙恩，听我说，这个比魔法棒还有用。他讲的也是很有道理、啊，是很有道理啊！对，没错，东西比较好用啦，打不赢啦。哎呦！甘蔗塔又多一只小苦哎、欸！哦，又多一只哦！他在第二层游泳。第二层真的真的，小雨来看。我看看我看看。你们可以帮他命名啊！你可以叫小帕了。小帕。哦呦，春特你。那他从上往下叫变帕利苦。帕利。他很开心耶、欸！听起来像什么药？很嗨耶、欸，很爽耶、欸！你要去买吗？怕他不见。好，我去买。哇，终于快把下面铺完了，好开心哦、喔！哎呦，哎，你好猛哦、喔！你超大一块，沉思啦！他是晚上才会生哦、喔？没有啊，白天也会啊。泡在水里就可以啦。突然他真的泡了。你要打沉思哟。你去吃那个啊，海洋地形打、啊。因为我在那个珊瑚那边。嗯。好多鱼，没有半只。好多鱼。好多鱼。哈哈。都很，以为是说这个好多鱼哟、哦。好多鱼哟、哦！啊不！太多鱼了吗？吓到了是不是。啊，天哪，这么多鱼，该吃哪一只好呢？好苦恼哦。烦恼这种海洋肉蛋鱼可以吃吗？可以啊。可以吧？可以啊，不过在哪个版本之后就可以吃，原本不行。嗯，好狠哦，好狠哦。会吗？
你把它想象成是鱼就好了。你在你不就是一般的鱼而已、啊？对啊，它只是鲜艳的点而已。鲜艳的点。嗯。哎、欸，它要叫什么名字？是一点点而已吗？啊，团团不是说叫小丽吗？小丽还是小帕？小丽、小帕。小丽帕。下面这只叫什么？小苦。小苦。他差点被我挥死。啊，就叫小丽。小帕帕。哎、欸，怎么有蜜蜂飞出来？就那个啊，哈基家的吧？还是野生的？养蜂场。哈基啊基啊基啊基！哈基不见了！哈基不见了！没开麦，我的爸！我的爸！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说话？嘿嘿，锻造台出事了！出事了，哈基！出事了！他不能选附魔了！啊，不能选了！我刚刚还可以用哎、欸！我放你，我靠近一点嘞、欸！靠近，靠近。贴近了，啊有了，耶、欸，没事了，哈基没事了，哈基，哈基没事了，他看谁啊？他看我吗？哎呀，都行，好哟，他现在是不是还没看到人？对呀、啊，外面现在是晚上吗？白天，白天，嗯，我的游戏坏掉了，嗯，我要野莓，还是挖角叫那个的？可以晚上的时候跟我说一点。我想跟你睡觉，说一下，胡闹是想啥的？我想说，说一下。我玻璃在那。想跟他睡，不有成千上百人。嗯，什么鬼啊？哎呦，尖刺就会爆了。尖刺很猛，啊、很贵的。尖刺不要付啦。尖刺垃圾哎，垃圾哎、欸，垃圾啦，这叫做过来人。哎、欸，不是啊，哎、欸，他寄野生蜂巢，没关系，我不用了，不要了哦。他已经一大堆了。那蜜蜂中途之家，快点。蜜蜂中途之家，我要让他去另一个世界。不是，我说小雨啦。你要他去另外一个世界，我让他去另外一个世界。我是说，他去上个像天堂的地方嘛，嗯、啊，是过得像天堂一样。等一下，你说像小雨一样，你说小雨在天堂，就是、保护的很好，保护的很好。OK，OK。哎，那个蜜蜂飞出去，他飞到城外了。哦，姑苏城外，寒山刺，哈，寒刺。寒山刺，对，刺，寒山刺，你要刺，讲过来哦，好好讲。好的，老师。停车，风铃丸。哎、不要！喂，我直接说风铃丸哦。蜜蜂过来，蜜蜂过来。蜜蜂在哪？带你去寒山刺。没事。靠！听不懂哎，怎么意思？听不到，没下，听不到，也不能解释一下。嗯，疼。哎呀，听不懂。哎、欸，小雨在下面了吗？啊、你在下面了吗？我在你家了。来，我把他家带着了。啊。我把他家带着。我把他带下去了。那哦。嗯。清水是。还是我把孙子走。喂。喂。啊，登去咯。登梯喽！哎、欸，笨蜜蜂！哎呀，笨蜜蜂！小雨他骂你。他在讲旁边那一只。来讲你的亲戚。他叫你亲戚。对啊，本来就很笨。亲戚。一天两件事。好吧，要说。这现实嘛。这样啊。本来就这样啊。你卡住了。哪里？我是谁？跑进去了，哎呀！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非常之快啊，快到我们都吓到了。没有啊，怎么会开车？那国人呢？他在开车。没有啊。没有啊。谁开车？谁？没车啊。没车开。听到谁开车？那个酱油突然就蹦出来了，对啊，对啊，对啊，怪怪的，很敏感哦。好好的挖矿，赚钱养家，上有老，下有小。哦，下你下面
啊啊！你说你下下游小心锁，听不太懂。记哦，啊记哦，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我中文造诣不太好。啊，虾子比较小啊，公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哎呀，我的天哪！公虾虾比较小啊，公虾小，公虾小。附魔三叉戟，附魔三叉戟，附魔三叉戟。我杀杀杀杀！快去打，快去打，打掉他！打掉他，你就能拿到附魔杀杀。或者是你被他打，没有打掉了。在我跟你们讲那句话的时候，他就死掉了。哎，真的哎，他弟，哎，你今天疯狂开吹油门开车哎，好强！对啊，你疯狂压油门哎，哪有？这个都不会开车了。没有，我跟你讲，前你如果说前一个月我认同，但是你今天好冲哦，好冲哦。用油门踩到，你真的轰隆隆隆冲冲冲哎！引擎发动，引擎发动了。所以是不是以后如果那个什么，你吃那个什么肯德基就知道你今天要轰隆隆隆了。哎呦，劲辣的吗？原来如此。肯德基加酒。鸭血？为什么有听到鸭血？鸭血？鸭血？我听到鸭血。鸭血啊？鸭血？朴素新产品吗？我的天哪！哎，讲到这个，突然想到我们昨天还前天不是有去？哎，应该是昨天吧？不是吃那个羊肉炉？哦，羊肉炉啦。哎，其实真的。你看那种说什么哦，那别人问你说吃什么，我说哦，我吃那个路边的，就是开的店啊这种的。哎、欸，其实有一些路边开的店反而都比那些巴菲还贵，好扯哦，好贵，真的是太可怕了。哦哦，你们拍的那个哦，对啊，那个真的很贵哎，我们那样子吃完一下来一个人要800多块，我的天哪，太贵了吧？贵、哦，对啊，虽然肉是真的很好吃没错，但是好贵哦，吓死人哦，嗯，太贵了。对啊，感觉去那边真的就是不能，要么就是不吃饱，就是吃到就好这样。而且他那边还没有提供白饭啊。哦，对啦，他只有面线。啊。你要自己带白饭去。自己的。他可以哦。跟你说，静态外食哦。连这个也不行啊。我之前有进一间店，他的东西都还好，可是他的饮料一杯要130，然后是进台湾，他饮料是低消100，对不对？对，就第一他说低消130，然后他的餐点都是670，然后一杯饮料130，因为饮料比较好赚啊，好赚很多啊，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啊，喝的东西就点啊这样。对啊，这种菜没有很好喝。好，那就是你去一次就不会想再去了。好，那。一杯可乐也要80块哦！可乐它不就是在里面，然后把包装打开，然后倒在它的可能的杯子里而已，这样。对啊，杯子喝。反正能出那是罐装饮料哦。可能是怕有人坐着聊天，然后就只点了饮料吧。对呀、啊，嗯，有可能。而且你知道我遇过最过分的是那种，就是 一瓶可乐80，我就想说好80。因为没东西点了嘛，就点了。结果他来给我一罐铝箔装的，连倒都不给我倒出来。你们要加一个冰机啊？还杯子在旁边。那你送给我一支吸管哦，我塞。吸管很贵，你不知道。你要改，你要不改供给啊？那个塑胶你知道从哪来的吗？我那天好几个山呢、欸。我那天满头问号。最贵的那种。超贵，真的八十块的那个。你等我，我去跟哈基借装备，不好意思，继续。他还不是最大罐的，还是那种你知道他有分小罐跟大罐，他还是小罐的那一种。有印象，有印象。他是那种三件10块的那一种，被打也没有到10块了。真的是很小，嗯，超少。宇智波被骗。宇智波被骗。这里又没有钱，我不想点广告。坑爆啊！真的是坑爆，坑爆，坑爆，坑爆！这世界上城市都死掉了，我天！啊，什么蚊子都死掉了，城市都死掉了。嗯，我听什么蚊子？你还是晚上去的、啊，那很好哎、欸。哦，好像很不错哎、欸，对啊，好像还不错。
哎、欸，现在外面，现在外面晚上吗？白天，还没上，大概在三分钟，在三分钟。好，我再翻一下。血量，哎、欸，你血量到最高？最高吗？马西耶塞，不然这样子。哎、欸，对，那我突然想到，酱油你去的那家店是不是它的位置是在黄金地段啊？黄金地段吗？也还好吧，它是在转角。哦，那转角很贵啊，转角通常都很贵啊。嗯，可是它转角对转角的地方停车啊。哦。它那也就是你稍微停着，你可能稍微往外一点，你就会被撞飞的那种。走。很可怕啊，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去的时候那时候车还算少，就交通很多的时候就很可怕，就看外面肯定一堆车，然后那些大车还要绕过，然后绕过就逼掉小车，然后小车就变很紧，就变这样。嗯，我才想说阿贝出事，阿贝出事，所以你们成功进去了吗？还没。哦，有了有了，阿贝谢谢。换个人靠近。哦、啊、小雨怎么站那么远？啊，我就不知道啊。让阿贝，然后你跑会出事啊，阿贝。让阿贝跑一趟哎、欸。阿贝出事啊！阿贝，大家都很贵。阿贝，团团夕阳喽。啊、哦，我等下上去。晚上热，我那这样的抽到页面很累哎、欸，真的。你就是要阻止所有人睡觉。对啊，那我要、欸、下一次我抽到烟妹，我要先把你们床全部没收。还收床啊？一看到然后赶快默默跑去大家家里面。对。我要打好久这个。哎、欸，打着打着就绿了。打着打着就绿了，很棒啊！这样不是有那个？他都绿了，脸吗？头吗？他的头吧？我不知道，他只剩骨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绿的，可能有点难界定。听说那个阿北，那个阿北，他是在成功里附近很有名的，是哦，好像是，他们那好像就是要回成功里啊。小雨，嗨，洗怎么那么厚啊？血超厚的，我打错了，打死你！我是忘记拿，我是忘记拿起一个唱片了。你好像把两个都塞下去。我看你们有四个唱片哎、欸。对，我刚看的时候也是。啊，我的血量应该没拿起来。你可能是成了两次倍率。两个血量，我的天！不知道打不打得完哦。真的要出事喽！要出事喽，阿贝！阿贝出事了，阿贝！他们好容易绿绿的，他们超多只绿的，那好像很赚哎、欸。我们就算打不完，我们就把那个绿绿的打完就好。对，哎呦，超多绿的哎、欸。那弓箭手打完之后就会好打很多了啦。不是弓箭手超硬的啦，弓箭手打超久哎、欸，你知道吗？我有感受到，这是阿进的装哎、欸。我终于啊！你没有玩到那么硬哦，不小心的，没有不小心放了两个了。哎呦，精英怪一直重刷，哎呦，有了刷出来了，谁刚刚四只精英怪出？哇、欸、哇被咬死了！哎、欸，我血刚超多，然后一下被咬死、欸，太痛了吧？哇！哭了，阿贝出事了，阿贝出事了，阿贝真的出事了。我要上去打夜妹喽！出事啦！嘿、哦，绿的哦，绿的是哎、欸，绿的是王吗？不是，是王旁边的那一只。对，我不知道怎么先进啊！哎呀，无法途径。夜妹嘞！夜妹嘞！夜妹嘞！妹嘞！我没睡觉啊！出来！又被刷掉了！哎、欸，对啊，我刚刚也是一直看到那个波一进就被刷掉了、哦。你要不要看一下？不是，因为真的是刚刚是有人看到另一只，我在看这一只。哦哦，是因为那时候
太晚关伺服器，他就一直刷到外面去了。哦、啊，快点，快点撞我，快点！哎、欸，不下来啊！也没下来。耶！要出事啦！溺死！黄董出事啦！你是应该剩下200秒。嗯。你们打哎、欸，如果杀怪任务，你是用弓箭杀他，是不是没有用？有，也是有用，最后打死就可以。啊、哦，好，不要让他烧死就是。嗯，是怕哈希的装爆掉啊，不敢被打、啊。三分之二了、欸，哈，这我赔不起耶、欸。真的，很贵，这个装备很贵。为他打工一辈子。那个真的不知道要花多少、欸，还有就是也不一定冲得上去的。对啊，嗯嗯，这里都有猫咪，页面都被刷掉了，又刷了，这边不见了。我只有在看页面哦，不是我，我在看繁星哦。不要看我，啊、不行我。我也在找，所以嘿，我们去找同一只好不好？我刚刚在往三，刚刚是往300那一只啊，负300那一只啊。再升下去，可能是附近有其他只，然后看到了。因为我刚刚是在打一只，你在打哪一只？新刷出来的，家里附近的有一只。哦，我现在是打刚新刷出来的，我想往那边去。我看到他了，这酷控是钢铁做的哦，他好像不太好打，要打超硬，超硬，刚很努力的打死了三只，那个外观看起来不太好打，你加油，这个我不行，我装备现在，对不起，我可以TP出去吗？他装备现在外界，不用，我你再不让我去的话，你装备会爆，我会过去啊，拜托，你要的话就TP出来就直接消失啊，或者是按按钮啊。好啊，哦，好啦，小鱼按钮就出来了。小鱼，我给你钱。嗯啊，好啊，没关系。啊，为什么？他没有抓。不是他怎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躲到你面前，这样去射弓箭。你为什么？我远远的在射那一只 boss， 结果哎，小鱼给你带了20个。那个汤，然后瞬间滋，真的是哭了！天哪，我是故意的，我笑到手在发抖。阿基，我真是没想到哎、欸！我好了，我去修妆，我应该帮你修好妆再还你哦。是啊，他不见了。他不见了，我从头到尾都在看页面啊，我也没看，不是我，我没有，我只有传到中介而已啊，我啥也没干，只有八只页面哦，我哭了，哇、啊，不、啊，你整场都在打页面，你还有一次刷新机会，对啊，你还有一次机会，我陪你看月亮，啊，现在才中午啊，有没有人在家里？哦、我们在家里看月亮。嗯，你要带月饼过来是不是？哎呀，哭的不是我死掉，哭的是我那些甜菜汤。哦，对，你的甜菜汤一次爆掉，那瞬间是，然后全部喝掉了。对，他一口把它全部喝光。我拿错刀。少侠胃口真好，好吃好吃。所以就是甜菜汤都在身上，你只要高伤害死亡是直接全喝掉。他那是有帮你回吗？可是我死掉了、啊，所以我是零啊。阿零他回也是没屁用，他就是一直回、一直回。哦，我把你的汤全都喝光了。他会喝掉，可是他回是慢慢回，所以。哦，我想说我的弓箭也没有强化，怎么一箭就嗯？如果完成任务要跟大家说。哦耶。完成任务讲一下，因为可能讲一下，然后你拿完奖励，然后把那个告示牌打掉。换从换那个黑曜石哭泣黑曜石的，跟那个拍照有海豚沉思钻石剑的多久？好低哦，好低哦，好低哦，好低哦。你坦坦，你要不要来哈基屋顶呢、啊？好，
我等一下先把这只弄死。就只有这一只啊？小心、yeah, 吃我一拳！你还剩一只吗？对，我剩一只。哎呦！我想说拿个轮那个什么呀，拿个罗盘我就不会迷路了，就我发现我根本看不懂。你那个不是要先定位吗？对啊，你要定位。重生毛。重生毛吧。重生毛吗？哦，磁石，磁石吗？磁石。磁石。重生毛不是是那个地狱的。8000。看来这个罗盘它已经成为我没有用的东西了，占据了。不会啊。没有没有听人家讲什么啊？磁石哈，人家在讲，刚讲完的时候没有用，没有用。没有听人家在讲。没有代表刚讲一堆，他没有听懂。代表，但不是我还要有磁石吗？做一下，做一下。哦，那是用做的，不来了，你又有用的罗盘。哎呀，天哪！刚刚是我误会你了，我还是相信你的，真的。他等一下就给你乱带路，看你怎么办。他等一下看不懂吗？我那时候看不懂罗盘，我想说奇怪，就是我往前走，他往后；我往后走，他往前。我想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叛逆期。然后才到原来是到目的地了。哎，做磁石要玉髓锭哦。对啊 ，OK， 有玉髓锭。那个雨月那时候有送一堆啊。对啊，雨月那时候不是有送吗？每个人都有送，各送四颗啊。那应该是，那我回家做一下。把红萝卜丢了。哦，只剩饭砖去做。我看到他了。你还会消失吗？你在消失？团团有吗？你在打了吗？没有啊，你那边有。有啊，那个你的地牢上面，不是地牢，对不起。对对对，有三只。啊！你不要消失，拜托。快哦，快！还有，你还有机会。我的天！超远，他们在撞我。我把他引带室内好了。哎，他撑在我这哎。哎呦，就是每个你们那边没有睡觉的，谢谢。好了吗？看一下在哪，刚好在哪。你结束了吗？有了，我结束了。你结束了吗？我在哪？打，炮信，秀起来，炮回，救救戏，这个方向，开开戏哦，哎，啪，来了，哈。哇，你真的是吹到底哎，好强！哎呀，引擎发动。我哪有？你发动？我是打脸。你们看过《监狱兔》？《监狱兔》那个鱼的打那个脸。哎，其实老实说，《监狱兔》那时候很夯，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过哎。你没看过吗？我知道这个，但是我没去看。我现在是吃饭的时候就来看好了。好了，看《监狱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那时候大家都很夯，一直在讲，我就。啊！太红了，不想看啊！晚点再看好了，然后就忘记了。我们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来看这个好了啦。我知道你看了，要看好多，回味一下这样。其实我觉得《监狱兔》还蛮好看的，就蛮有趣啊。好玩的。杰克，我明明跟着影月走，然后走着影月就没了。影月没了，没了，影月没了，没了。走着影月就不见了，是你没了，你不见了吧？不是雨月，原来是雨月走失了哦。对不起啦，我走失了。雨月怎么跟丢了？哦，抱歉。走丢啦。我在哪呀？雨就过吧。没了。回家一下好不好？死，有人在家吗？我在家。你再给我消失，我就不打 boss 了。耶。这只是不是也是很难打的那一只啊？哦，女巫，我的天！女巫很难打、哦，会中毒啊！啊、哦，嗯，我带牛奶过去给你喝好了。啊，拍死！我掉下来了。拍死！啊！啊！进去！对，我还没喂过你哦。三颗钻哦，嗯，啊，怎么，你也杀太多了吧，变好少啊，我杀太多只了，我想说大家都会去喂一堆，我就先杀多一点，想说怕会造成累，我要去喂熊猫咯，熊猫没有那个任务啦，没有，都一样啊。他为的是那个本人熊猫。你给我吃啊！对不起，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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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Q， 我给你奶，我给你奶喝。哎、欸，干嘛呀？可以配音乐喽。好，你可以来，你可以来。然后、然后你自己挖一个脚脚，打他脚。打他脚。打他脚脚。打他脚脚。我挖这好了。啊啊！我中凋零了啊！怎么叫的这么那个？啊啊！好惨啊！他，我的天哪、啊！太恐怖了。没到又，哎，啊，又凋零了。嘿、欸，我都没中哎、欸。我怎样？可能他瞄准我吧，是这样吗？他丢很准。不好打。啊，跑掉！不要把他挖。你干嘛挖开？你在干嘛？难怪杰克不跟你组队，我的天哪、啊！崩溃的声音了，崩溃的声音了。我要挖前，我前面这一颗就有他连续挖了两个这样。所以是你的问题还是稿子的问题？稿子，你为什么挖这么快啊，稿子？我听到酱油默默说不好打，然后人家惨叫，我笑死。他就往前挖。我被打的不行了，可以不要给你队友吗？救命！真的会笑，听到这个都是这样子的，洋洋过来了。你在哪里？洋洋洋洋洋洋，你今天出来这个什么人？哎，你是我实时对不对？对呀、啊。为什么你？我怎么有贴稿？哎，你人怎么不见了？我在外面，谁人不见了？你把这个围一圈，然后中间放玉髓，就做什么？好，你就拿着那个，我拿到音乐的头、欸，哎，把它送过去。不是我哈，那你先录于我。啊什么胸部迷你？迁怒啦！我的天哪！你还说你没开车？怎么了？你还说你没开车？对啊，你也是蛮那个的。不是啊！哎呦哎呦！啊啊！你为什么不讲迁怒啦？哎，真爽啊！你先甩一甩。为什么啦？嗯，你装什么可爱呢？我有两种月不同的头，哎呀天，好痛啊！哦，我刚刚真的也是笑死哎，不好打，不好打，丢我开！不是，刚刚你有打到好吗？有看到你有攻击到的效果。我人不在现场都可以完全想象出那个画面，画面完全有画面，太棒！好不容易把他控场在那边，然后他就把啊、哦、这里不好打，然后挖开，哇、哦！控场不要，哎，赶快关心，别做多余的事情。没关系，都是稿子的错，都是稿子的错。嗯，稿子坏坏，稿子坏坏。哎、欸，你们说中间要放什么呀？什么中间？什么东西？水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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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那个坏坏的稿子，对，那稿子太坏了。他献祭了，稿子不坏，稿子真坏。好，稿子的问题，对，个稿子的问题，对对对，坏稿子，烧掉了，烧掉了，烧掉了。骂你稿子，烧了烧了烧了。对呀、啊，坏稿子，坏不给你吃饭。哎、欸，所以你平常都喂他吃什么？我平常都喂他吃矿啊。我以为说平常喂他吃经验值，这样他才不会坏哦，对，喂他吃矿，再喂他吃经验值。所以呢，你不给他吃饭，你的稿子就准备爆掉吧。要崩炸喽！我把我的谁可以放哪呀？我靠！你的戒符盒没有？啊，我看一下哦。因为放重要的东西那边吧，那比较最贵一点。没有。还是你拿去跟村民换成钻石了？没有啊，啊，这可以换啊。你猜啊？有。耶。远古遗骸没有啊？我刚刚一瞬间看到哈基在我面前。哦，那个差点再抖他。打到那我应该是啊。应该是不会吧，厉害吧？不好说。我如果刚刚连挥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打到、欸。不然你先连挥，先连挥。
没有没有没有，打不到打不到打不到，那个直接比较快。嗯嗯，要练就战胜指令的手速。哪一天不小心就是这个兽性那个进去啪死了，然后还跳出了个讯息，你传到那个副本里面，请勿进入。啊，如果你说不要进来的啊，哦，是哦。哎，也打完了。不打完了，也打完了。我是不想进去的，但身不由己。不要打，我没怕。我也要去打副本。好的，下一位。对，哎，原来九点，哎，为什么我家被堵起来了？等他先打吗？你先啊，你先啊，我还在等你包包。那我先，我先，我先，我先。好，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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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我记得他记得装枪打下去应该很快吧？应该很快。很快啦，我还有限制时间四分钟而已。啊，哈基超快就 OK 了。哈基超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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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没有。可是你的，你装打下去不是很快吗？你这是放什么？这个喂，哎呦，哎呦，好吧，怎么排队？哎，现在幸运最多的是不是小雨啊？对啊，素小雨，我想跟你借稿机。啊，等一下，哎 ，H， 嗯 ，H 什么 ？H 是黄色吗？对啊，那我把它放到黄啊，什么东西啊？可能是吧，应该吧。我要，那我要把它放到黄色的箱子。有一些不仅是黄色，有些是一个十八条一条线的、啊，不是这样，都是红的啊。没有可能啊，黑的、白的都有，也是很可能。喂，不是、啊。我操，黄色的光点。你看、啊、H 就血量啊。天到底是怎么了？我的天！我不是啦，我没有开车啦，不是啦。OK， 好哦。海威，哎呦，好像有点也难打的，有点难哦，对不对？多少啊？四分钟，十六倍血量。哇，那还好啊，还好，我都用十六倍在打之前。对耶。小雨，我跟你借稿子。四分钟。哦、嗯，可以啦，真的可以。Yeah. 我问个问题，欸、我刚刚打了一把钻石剑，它有一个附魔叫做发射剑士。啊说你打下面的那些掉了？刚打的那个女巫掉了一个钻石剑，然后捡了她的一个钻石箱，上面有个发射剑士的。那你打怪看看，或者打我看看，看会不会发射剑士？打我哇！哈哈，我很好奇。哎、欸，你上来，你上来，你上来天堂，快点！来来来，天堂看一下。我们想看，我们想看，我很想看，不然你打商店老板啦、啊。啊，对耶。啊，对啊，打老板了、啊，打老板。老板打了。啊，老板飞起来了。哎呦、啊！哇哇！这、就是他是打很久的特殊附魔吗？哎、欸，所以不用砍刀是不是？哦，影院要砍刀，要砍刀，要砍刀。要砍刀。砍刀会砍刀会破菜。哎、欸，砍我，砍我，砍我。对啊。哇哦！哎、欸，好痛哦、喔，超痛哎、欸！我想看。你砍，你砍酱油，砍酱油。再砍，再一次砍酱油，再砍一次。再砍酱油，砍酱油。哇、哦！哦，好烧哦！小雨的稿子。哎、欸，这个他自己你老师，你这个附魔加多久了？其实有不少种，但是就是慢慢加，慢慢加，现在至少。几种我就不说了啦，嘿嘿嘿。但这个、啊、哦，这也是一段时间，然后现在终于被刷到一个这样。对。啊、不是，是这一次加进来的东西啦。哦，这个哦，那雨月很好运哎、欸。哇，这是好运。刚刚打到哎、欸。加进来好运给你打到哎、欸。厉害了。他、啊、发射箭矢可以用那个魔石把它磨掉，他但是那个附魔还会在。啊。其他的附魔你不要的话，可以把它弄掉。好变哦。哦。对啊。但是我们先用掉。哇！他有个节制克石，把节制克星弄掉啊！我想说，直接用一个不死克星把它盖上去就好了。哦，对啊，用不死。不是，他有燃烧，燃烧有点尴尬。那你把它怎么刷掉？我是拿燃烧剑，害我都不敢在团战的时候挥刀。团团，现在是晚上哎，你好勇哦。嗯嗯嗯嗯，完蛋了，我妈的！不会啦，你一下一只哎、欸，哇，
师傅好猛啊！哎呀，我的血量刚刚不是有放到吗？你有放到吗？你放身上哦！我放到票了，白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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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真的没了。可以啊，如果他真的这样给我中，我也认了，你知道吗？他只是永远自己要不要中，会让你领吧？哎，我难过。大家投票要不要让他领？现在他有没有拿到？或者是说领一半之类的吧？对不对？后坐力好开心哦！哎，后坐力很强哎！哎，这后坐力很强哎！什么？我错过了什么？啊，你不知道吗？我刚去厕所。他刚进去里面，怪怎么那么好打？啊，光点怎么在身上？啊，我的彩券呢？小雨懂了吗？哦，我懂了，我懂了，秒懂啊！啊，这样样样不打、啊。今天晚上我不敢打。我下次彩票开奖前一分钟再去加。拿着彩。笑、死。我打好。好啦，杨刚刚不知道要去打吗？晚上会怕。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光碟都很好打。光碟就没事啊。对啊。可以。看一下一只。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一下一只，没这么狠。我问一下、哦，如果我的钻石剑啊升上去玉髓剑，它不是下面的潜能还是一样钻石的？对，那如果我用重置石，它还是会钻石，还是会变成玉髓？是的，而且能会重置嘛？那它会变成钻石还是玉髓？火焰拳？我不知道，你试试看。你为什么那么复杂啦、啊？因为就这一把特殊附魔是钻石，就想把它升成。玉髓剑啊你可以弃矿来吗？我试看看。我笑脸颊好酸哦。你知道我的今天淌血吗？我知道啊，我觉得很过分，但也很好笑啊。你还是看我抽到这个号码，真的抽到我真的是哭了。嗯，请问你刚放进去的是几号啊？哎呦，你没有票可以兑奖哦。哇，哦啊、我的票那边没有用吗？没有哦，没有、哦，我不认人头啊，我们认票券的。认票券。然后你看，你可以的嘛。赚白不赚？对啊。啊，酱油换你了，酱油。啊。我靠腰，我的内部倒下来，吓我一大跳。突然有人摸你后面摸一下，是不是？我想说，谁打我的头？我想看。哦呦，一起怎么没有记录档可以看啊？没有啊，放记录档啦！哦呦，吓死我了！我要怎么记录本？哦，今天好欢乐哦！今天是怎么了？今天太好笑了！我直接开始。哎、欸，我真的，我好像是我打副本的，你在讲什么？你想讲？你被扒头扒到忘记想什么是不是？忘记了，想一下，失忆了。哎、欸，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一次，好像是我没摆好，他快倒，一下都没倒。然后有一次我试掉，把他倒下来撞到我，吓死了，好痛哦，好恐怖哦，天啊！为什么把你的绿幕用稳一点啊？对啊，你是用什么？你是用那种架，那种一根撑起来的架子哦？不是，我是靠着墙的，它是一片的。哦，那怎么会掉下来？那你用油漆啊？
用油漆刷墙壁，直接把房间漆成绿色。啊！结果墙壁倒下来了。啊！谁跑我旁边了？先不要吧，太可怕了吧！好可怕。哎、欸，测试完毕，它会升上去，然后怎么样？会那个吗？你的伤害东西都还在，就只是它会重置成遇水的等级。哦哦哦！只是我有个问题，它变成两个已鉴定完成啊？出问题了？对。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就代表你鉴定两次嘛。哈哈哈哈哈！哎，那我去鉴定第三次喽，因为它属性不太好。所以那这个武器只有打击会掉。还是老板会买得到？好，知道。洋洋，干嘛？靠你了。买起来！我在刷。刷什么？我想要刷那个御水剑哦。啊你？啊对啊，刚刚好啊。对啊，顺便啊，啊，你有没有鉴定啊？还是原本就鉴定好了？没有啊，他只是想要御水剑而已。想要剑啊？那你洋洋，你要御水剑的话，比较稳的方式就是去挖四个御水，像我刚刚的方式把它升上去啊。但是，就是你抽一般的钻石剑，然后把它合上。对啊，对啊。合上去之后，再用一颗重置石把它重置属性，它就变成御水剑的属性了。没有错呢。你听得懂吗？他自己附魔麻烦，他说的。那附魔不是自己都要刷出来吗？对啊，反正附魔都要刷。你他想要砸钱比较快，有没有？对啊，他是泱泱呢。他是泱泱呢。你把钱给允月，他帮你处理好不好？那要刷代工费，对你给他代工费。对啊，你想要什么样的属性优先？你是跑速比较快的，还是攻击比较快的？攻击比较强的。我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啊？我的天哪！线上游戏啊 ，Online Game 哎。对啊。哎，看陨月冲，怎么都几十颗星？你有没有看到我上面的鉴定完成越来越多？哇，四个哎、欸！哇，你在干嘛？哇，好屌哦、喔！你变五个啦！你在干嘛？太多了，他一直在重刷啦！我在刷属性，越来越多那个框框。哇，五个了，五个了，五个了！啊，你真的有鉴定吗？洋洋，我怎么看你放上来拿都拿下来了？哎、欸，你到时候你会看不到你、啊。我、哦、六个了，六个了，超出那个框框了。有了有了，阿贝出事了。是我要的属性啊，他都在副手啊，阿贝。等一下，哦，阿贝完了。出事了，阿贝出事了，你再刷下去那个就看不到效果了，都超出框框了。出事了，全是武器最长 ID 的，真的最长 ID 的剑。你砍完砍死人之后，那个上去会看不到东西。哇，完了完了，阿贝真的出事了，阿贝出事了，出事了，这个剑出事啊！左右跑的，我啊，很好看啊！啊，哎、欸，你有加幸运呢、欸？在哪？因为他机制有说那个啊，有打宝装啊。啊啊啊！啊，听不？哎呀，等，掉头会坑，没什么感觉、欸。我这是加18%、欸。你有加幸运呢、啊？对啊。什么东西？我剑加幸运加18%。哎呦！那你可能要全身都加18%。他一个幸运跟你打 boss 掉最后掉的钻石的量有关。哦，真的、啊？那以后看谁幸运最高，最后一下给他打。对。那我加起来有30几%、欸。哇哦！因为我的盾有加18%。哦，在盾上面哦。对啊。趴树，我到时候可能研究一下。哇，18%哎、欸。至少要有一个加点数的，再加爬树才有用的样子。好啊，那我零啊。还要加点数哦。好啊，要底的哦。好像还没更新上去的。哦。点数的还没，是不是？之后会有点数加点数。我想说，我打起来感觉都没什么感觉。我有个加6%的。不是，没有要爬树，要固定值的。那现在有固定值的，固定值的还没加上去吗？那零乘以多少都是零。对。错了。哎，这也是。有人有重置石吗？哦，重置回家了。1:15。没有，我这边就是。我没。哦，其实已经好久没看我的石头堆到多多了。
有，我有，给你。需要重置石。那、啊、你要一颗是不是？我可以卖三颗。好。一颗。一颗。我可以卖两颗。楼上交易了。他会有19颗哎、欸。哇塞！因为我想说，我要囤到后面，我要开始刷的时候再来。哦，我也是啦。我想说，音乐比较缺。三。我这里三颗。三颗。所以离我想要杰克就是说啊，怎么就他十五，我要十六，而且大家还趁他不在的時候，对，他还不在，趁他不在的时候赶快交易。我要继续让他的字变多了哦。哎、欸，负十一五二负五二零也太远了吧？哇塞！哦，有这个好像不错喽，加生命。就是说，之前杰克在收的时候，都没人要卖；音乐收的时候，当然不管卖。我还是没卖啦，杰克不哭啦，我还是没有卖。没事啦，没事啦。欸、小雨来，我们来打 boss。好，我来了。啊、你们到了、啊？我到了。女巫。我来了。我这次不会乱打了。我来了。哇，丢你耶！他丢你耶！哇，丢我！你完蛋了你。你完蛋了你！阿凋零，凋，我会不会打到人、啊？哦，打到人了！你不知道血量最后是多少哎、欸，给小雨打也打不到。对、啊，哎呀妈呀！随机要谁？有，他死掉了，他哭啊！吸到什么？什么都没有哎、欸，好吧。五十二，四六六个。哎，怎么又吸走？排队。一、八、九、十、十一、十二。我已经重置了十二次了。你可以再放一台直接上去吗？我想看。你想看吗？太长了，看不到了。他有没有洗到你要的？好像也没有。你怎么放这边？几颗啊？八颗。八颗。一直没有要的东西。放那边就好了，放下好了。哦，好吧。好恐怖、哦！哎、欸，十点了，欸、我要按开奖。按、欸、对，按啊，谁在讲？音乐。我在。我在啊。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十是什么？这一排是几卡？十号。我是几号？记得忘了。十或十五、二十五。是十四十吧。我要中奖了吗？我要中奖了吗？我中奖没有。酱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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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这次抽到了，先把它全部弄成钻石砖，看有几个。好，合理。你要分钻石砖吗？你要分哦！哇哇！先看到我的脸，有没有看到我的脸？先看一下全部弄成钻石砖会有几个。那你要不要工作台啊？来来来，工作台给你，工作台给你。工作台旁边有、哦，来来，谢谢谢谢。这样我帮你按摩，帮你按摩，帮你的肩膀。我帮你合，我帮你合，这位歌手来。哇塞！好扯哦，而且酱油中了好几次都是那种共估好大的那种。哇塞！好扯，好扯哦！哇，被绿幕敲到就不一样哎、欸，真扯哎、欸！敲一下运气，敲一下啦。好哎、欸，看来绿幕的威力比那个新增彩票还猛。大家都要敲一下。哇塞！卖不卖啊？绿幕卖不卖啊？绿幕卖不卖？哎呀，两组要六个。你要分两组啊？哇哦！看，钻石砖一个是几个啊？一个九个啊？快合完了。你打嗝了哎、欸？18组，你就再变回钻石啊？会比较好算不是吗？对啊。然后他再变回钻石了。对啊，你钻石这么多，那你的装备应该是要最好的啊。他是推销了。你可以请雨月，雨月帮你用。大家都请雨月帮我用。最佳代工人。不太会分了，那就一人五个。五个砖哦。哇哇哇！五个。哇！五个。哇！你最漂亮的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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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女耶！哇！真的很高兴。哇！心情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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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今天打金。漂亮的女生哇！哇！我的天哪！我要带回家放。我的钻石钻又多一组了。
所以你现在距离填满还有多久？我好好奇。我看一下，我现在有，我看一下，剩几个，还差很多呢。应该差很多。他上面，他上次为了要冲尖刺冲掉很多啊。对，我现在有1、2、3、4、5组半。五组快半的钻石钻，好渺茫哦。嗯，好多、哦。对啊，可以买一组好久、哦，可能，不能再花钱了。64×27，总共1728个钻石钻、哦，再乘以9，15000多个钻石。哇哦！哇哦！所以我要填满的话，15000多个钻石。对啊，我哟，我的妈呀！我看一下，我现在有几个？2880个吧，刚刚算一下。你说五组多是不是？五组。对啊。你要赌博啊？这样子。赌博。我现在只有、啊、我现在只有3000多个钻石。那你快。我是应该上面弄一个那个转蛋机赌博机。哎呦！好玩哎！敌人来了。哎呦，听到可以玩哦，听到商机了，转一次十钻，然后有几率出五钻，有时候去有几率出15钻，还有生命明线惠顾，当然有啊，出装备我比较有吸引力啦，装备哦，装备的话就那你看嘿，我来了，校长，等校长，哇，今年剩两次了。哎、欸，狗狗怎么在咬人？哎、欸、哎、欸，小雨，你在被狗咬？被狗咬，是谁家狗啊？谁的狗？谁家的狗？谁家狗？每个人摸一下又见嘞。他只咬我、欸，那是我吗？啊，酱油的，酱油的，为什么他要咬我？阿呆，是不是刚刚打 boss 的时候？打到的、啊，被他看到。我就知道阿呆很凶哦，阿呆很凶哎、欸，我突然被咬。对不起啦，我只是在滑一下手机而已，突然就被咬了。哈哈哈哈哈！阿呆是在盯着泱泱吗？有几距离盯着哎。现在只要他在站起来，他就會朝小雨冲过去。好恐怖哦！好恐怖哦！好恐怖哦！而且我看他做的方式跟那个猫咪做的不受控制哎、欸。阿呆乖，下去了，阿呆乖啊！我做了一下子。哈哈哈哈哈！然后在那个命名牌上面写阿呆，然后套到他头上，打雷了。好啦，今天的就到这边。耶、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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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活动是来布置一下我们家里，要想办法弄出一点圣诞节气氛。完蛋了！好，下礼拜是圣诞节了，当然就是来布置一下啦。好，拜拜。布置个头啊！我家怎么布置啊？好啦，先这样子。我玩点 OBS， 重新玩点 OBS， 还要调回 YT 设定，所以赶快先关台。好啦，今天是离开、欸，真的差不多了、欸，就是。离开退取差不多一年，回来又回来退取这边开，然后也看到一堆老面孔。哎呦喂！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哎呦喂！宝宝。